好来乡亲啊，这个绿岛第二座的海底皮桶，今仔日正式来启用，袂用受水，买当来寄出着海底的明信片哦。进入海底你无用，有一只古锥的海鱼啊，伫绿岛的海底甲大家见面，即唔难要保护海洋，佮要替只游客传达海洋的温暖。大拇指摇头 ，Action！绿岛第二座海底皮桶伫叉口的畅水区，皮桶外形真活泼，是以绿岛的海影做主题。这是由台东大学工业设计系学生设计，古锥外形大人囡仔拢真喜欢，这大家拢会使来寄片。海底有一个潜水或浮潜可以投底的，然后在这个潮间带也有小朋友可以投底的。为了好大人囡仔拢会使做伊享受来自海洋明信片的趣味，采母子皮桶的设计，母的伫海底咧保护，囝就伫陆上咧带路，好，搁较一人做伊关怀绿岛珍贵的海底资源。